那这个是阶梯金字塔，现在我们在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是连接到他国王陵墓的一个地下的通道，所以这个通道非常的深，大家看一看，应该有个10层楼这么高吧。然后这一条通道就是可以连接到金字塔。看这边的腐败，是一些遗迹。